又来，跟大家介绍这个强化武器，有一个火焰强化，极实用的。那我先把他们控制在后面的位置哦。是我大招，我那个球没人捡，不是？很猛啊，冲第一个。他这是在干嘛啦？这个时候就是要削弱对方的战力哦。靠近的时候就是拿炮轰他们。人冲过来，人冲过来，人过来，挡一下，挡一下。好，准备了，准备了，看我大招咯，先绕一下哦。好，后面有没有看到？绕后面。追我，来追我啊，来追我啊！哎呀！进球！太漂亮了，太漂亮了！来哦，来哦，看我表演哦！冲第一个是不是？踢！哇塞！哦，三球哦！他不赞，我觉得超简单的。我觉得这个关卡用这个火焰强化真的是太 OP 了，马上晋级了。不信我再试一次给你看哦。先削弱对方的战力，有没有？给他一个笑脸。哇，三杀了！来喽，来喽，来喽！球要踢回来，踢回来。对，我们跟在队友后面，先让队友去吃炮灰，有没有？来啊，把球踢回来，把球踢回来。哇，火力全开耶，火力全开。等一下哦。等，因为我们现在已经领先两分了，所以跟他们玩一下，但时间还够。你们不敢过来，来啊，过来，靠近点，靠近点，是我大招啊，没有炸到，好了，我要冲刺了，来啊，哎呦，进了，是不是三球？让我贡献很大，但球都我踢进的，是 MVP 啊！先这样啊，各位。无论车子的多棒，刻意的模仿只会换得分身。我出点平常，出点形象，黑的非常不等。我天赋怎么个读书，听不清楚，心境接了 flow， 进入了艺术的听出的密度，还记得我跟你差距多。位置还没站得稳，被新手 rapper 干得很准的点，其他都不会说，别人废他玩的真，他先不嫉妒我，先不嫉妒，帮你换三个粉。